河滨新庄国小李玉瑞同学在今年的全国小学运动会当中，为中华关旗下查甫100甲200公尺银牌，其中200公尺以24:05突破全国小学运动会纪录。河滨顶着阮浩觉24号是特别颁发一块匾，肯定伊的优秀表现。河滨顶着阮浩觉表示，李玉瑞同学自细汉伫家长甲老师训练之下，有真侪大型比赛经验，佮加上每礼拜体育场2点钟的笔记训练，成绩非常好。今天特地邀请我们李玉瑞小朋友，然后是国小的毕业生，在我们的一个正运的一个比赛名列前茅，然后在我们100、200的一个公尺比赛的时候，是我们全国小的银牌，也是创造我们的一个破纪录的一个佳绩，所以说在期许我们李玉瑞同学能够在我们体坛上能够持续的一个发光发亮，带给我们和美的一个荣耀，也祝福他能够在体坛上发光发热。李玉瑞今年要读高中，伊表示日后虽然以课业为重，但是嘛会持续维持家己的体育实力。有机会将会继续到你登记，为学校甲家己争取荣耀。会，但是就是在兼顾课业的情况下，会继续的练习田径。所以虽然因为课业的关系，初赛会减少，但是还是希望能继续为学校争光。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还能在我田径场上继续比赛。李玉瑞唔但运动成绩好，今年佫较以全校第一名毕业，除了登记，嘛会弹钢琴。担任国小主任的爸爸李世宏表示，将会培养囡仔成为社会优秀人才，为河滨争光。新中华新闻李明宏河滨采访报道。